巡逻车。你好，宝贝儿们，今晚玩得开心吗？那是什么？这是一个鬼呀，跑啊，宝贝儿们，跑！这是打给巡逻车的电话，婴儿车也来了。让我们给巡逻车打电话，宝贝儿们，靠他们就可以把我们从这儿救出去。马特、弗兰克、赫克托，汽车城需要你们，游乐场这里有一个鬼在游荡。开玩笑？不，马特，绝对不是，这不是一个玩笑，那里真的有一个鬼。可恶，伙计们，这里太黑了。不好，是鬼来了。你是对的，马特，没有必要恐慌。让我们阻止这个鬼。这是一个完美的计划，马特，赫克托，你飞越汽车城，试试能否找到那个鬼。一旦你找到了，你就呼叫马特和弗兰克，他们会加入你。弗兰克，一旦赫克托找到了鬼，你就开车在后面追他。然后马特将开得更快，在路的尽头一起把鬼逼停。巡逻车，准备，出发。在那里，赫克托。
马特、弗兰克、赫克托找到鬼了，现在你们可以追着他，抓住他。这不是鬼，这是查理。马特，停下来！这不是鬼，这是查理。查理，查理，停车，现在就停。当然了，伙计们，这是万圣节。查理穿着万圣节造型。好吧，朋友们，我想是时候让大家享受这个晚上，并且去药堂了。晚安，朋友们，下次见。火车特洛伊。嘿，特洛伊，万圣节快乐！我喜欢你的造型。嘿，车宝贝们，你们为什么不开心？哦不，村里没有糖果了吗？你是对的，特洛伊。我们需要去仓库找到一辆可以给车宝贝们带来糖果的新车，拯救万圣节。大家等等，我们会回来的。好吧，让我们见见我们的新朋友。哪辆车可以为车宝贝们拯救万圣节呢？特洛伊，一辆拖拉机，一辆救护车，一辆糖果车，好主意！糖果车正是我们需要的。他来了，让我们把这辆糖果车带回游乐园。让我们先卸下零件。哇哦，差不多要完成了。你好，糖果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佳丽。欢迎来到汽车城，佳丽。佳丽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工作给你。这是万圣节，但汽车城里没有糖果了。你能给车宝贝们送一些吗？太棒了，让我们拯救万圣节吧。车宝贝们，
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佳丽，它是一辆糖果车，想看看它能做什么吗？这太棒了，佳丽！嘿，你们怎么样？佳丽被万圣节遗忘了的大人们要伤心了，我们给他们也送些糖果怎么样？好吧，这真棒，我们现在一定有很多糖果了。再次感谢佳丽，万圣节快乐，下次见。建筑队，你们好，队友们，万圣节快乐，看起来你们一直在努力工作。哈哈哈，你好队友们，孩子们正在寻找有趣的万圣节娱乐活动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好极了，一辆幽灵过山车，太棒了，伊森，让我们去工地吧，伙计们。哇，这看起来将会是一项很大的工作，队友们，我们开始工作吧。第一步，设立基础杆并附上轨道。步骤二，在轨道上排列车厢。第三步，安装墙壁和天花板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把这些杆撑起来，它们会支撑整条滑道。就是这样，很棒的团队合作，伙伴们。现在，我们将轨道连接到杆上。埃德加，别忘了螺丝。哈哈，我们需要这些螺丝，将所有东西拧在一起。干得好，伙计们。确保全部螺钉都已拧紧，现在正在颇具形状。好的，下一步是将车厢放在轨道上。查理，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提升到轨道上，确保车厢安装正确。现在，我们只需要附上墙壁和天花板。降低天花板时，小心点，伙计们，确保拧紧它们，那样它们才安装好。哦，这真的很棒。这将是一个很刺激有趣的事情，孩子们将会过一个非常棒有趣的万圣节。嗨，宝贝们，你们准备好去穿越一间闹鬼的房子了吗？还好吗，弗朗西斯，你想坐最后一节车厢吗？享受过山车吧。
小心这些蝙蝠。那个鬼看起来确实是真的。孩子们，我们很高兴你们玩得这么开心，万圣节快乐。哦，弗朗西斯，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装的对吧？任务大告成功，队友们，当你们团队协作的时候，你们就能做出了不起的事情。再见朋友们，我们下回再见。乌云在汽车城上空聚集，今晚是万圣节，你在干什么，汤姆？看起来好像有奇怪的事要发生。你把家里变成科学怪人。这太聪明了，也有点可怕哦。你知道要用哪种绿色吗，汤姆？没错，科学怪人是淡绿色的。让我们开始给家里上漆吧。哦，没错，他需要一些护目镜。好记性。开始转型吧。你看起来已经像一个怪物了，家里。我不知道汤姆的商店里有没有你下一个。不要害怕，家里，汤姆只是在为你下一阶段改造做准备，我希望是。那个锅里到底是什么，汤姆？魔术漆。这会很有趣啊。哇哦，这个手法很酷啊。这一定是怪物脸上所有的疤痕和缝针，还有眼睛下面的阴影。这看起来很可怕，也很完美。现在做什么呢，汤姆？哈哈，看起来家里要得到一个更大的头了，就像科学怪人一样。别担心，这些螺母和螺栓不会像他们在科学怪人头上那样穿过你的头，我们只需要把它们粘上。看起来你已经准备好去玩不给糖就捣乱了。
稍等一下，家里汤姆还有别的东西给你。哇哦，家里，你看起来好可怕呀！你的万圣装会是街上最好的，谢谢汤姆。祝你药堂愉快。拖车汤姆。晚上好，赫克托，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？你在汽车城巡逻，保障大家的安全吗？太棒了，再接再厉。哦不，小心别撞到大楼了，赫克托。还有一架直升机，小心！Watch out！ 别担心，赫克托，我马上给拖车汤姆打电话。赫克托，这是直升飞机赫拉，他刚刚来到汽车城。汤姆，直升机赫克托出事了，你能快点过来吗？你需要个推车把赫克托运回车库。好主意。快来，汤姆！伙计们，这是汤姆，他会带你回车库，很快就能修好你撞坏的头灯。赫拉，你能帮帮汤姆吗？把赫赫托放在推车上吗？等等，赫拉，一会儿你能和赫克托一起飞行吗？赫克托的旋翼叶片似乎撞坏了，我们首先怎么办？拆下来吗？好的。我们要用板钳吗？然后还需要什么工具？加钳吗？好主意。现在我们用夹钳紧紧地夹住它，用锤子把它敲回原样。完美。这样感觉好些了吗，赫克托？然后我们怎么办，汤姆？你说的对，赫克托需要一个新的头灯。我们挑哪个好呢？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呢？好了，汤姆，我们试试这个。
我们看看头灯能用吗？完美，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吗，赫克托？棒极了，谢谢你，汤姆。再见，赫克托。再见，汤姆，回头见。巡逻车，晚上好，查理。嘿，小心，你已经伸起了你的吊背，看上去它可能会碰到电线哦。哦不，这一定是给路灯和交通灯供电的电线。别担心，查理，我相信我们可以修好它。不过我们最好快一些，这些汽车听起来已经开始互相发火了。嘿，马特，嘿，弗兰克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伙计们。十字路口的所有灯都停了，这个地方完全在黑暗中，而且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。查理，你看，马特和弗兰克来帮忙了。查理对于他把电线碰断了感到很抱歉，但他不是故意的，这是一个意外。不要感到难过，查理，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。好吧，听起来马特有工作给你，你可以帮忙弥补这件事儿。你能在弗兰克去拖车汤姆那里找一些工具时帮助马特指挥交通吗？嘿，汤姆，对不起打扰你，但汽车城的十字路口停电了，因为电线断开了。你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修好它吗？这正是把电线接好所需要的。谢谢，汤姆。交通指挥干得好，马特，你应该很快就能够停下来了。弗兰克回来了，他带来了修复灯所需要的零件。看起来弗兰克现在可能需要查理的帮助。你能把电缆递给弗兰克吗，查理？太棒了，现在只需要把电线的末端插入到弗兰克从汤姆那里拿到的零件里。
现在他已经准备好重新插回电极了。厉害，你们做到了，伙计们。马特是对的，查理，没有你的帮助，他们不可能完成。你犯了错误，但是之后你做了对的事情，干得真棒。建筑队，你们好呀，宝贝们，你们在做什么呢？在建造沙堡吗？看起来真有趣。气船鲍比，嗨，鲍比。哦，怎么了？你也想去河面上吗？好吧，我知道有人能帮忙。嘿，建筑队，宝贝们想要艘船去水面上玩，你们能帮帮他们吗？嗯，好极了。你们想给他们造个什么？一艘海盗船吗？哇！我们在哪儿造船呢，伙计们？游乐场吗？完美，我们走。首先怎么办，伙计们？先给海盗船打个地基。好的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，伙计们？干得好，查理。爱德加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拿两边的船舷？太让人激动了。我们怎样才能把它们安装在一起呢？你有什么办法吗，埃德加？是什么？螺丝，完美。干得漂亮，伙计们，协作得真好。海盗船还需要什么？甲板吗？好主意。那些是什么？用来做甲板的木板。我懂了。看起来太美妙了，但宝贝们，怎么知道这是一艘海盗船，而不是一艘普通的船呢？好吧，伊森，你似乎有计划了。桅杆，你还有风帆吗？哇，伙计们，你们什么都考虑到了，看起来就像一艘真正的海盗船。可以让宝贝们来玩了吗？不行，还差一道工序嘛。
好吧，伙计们，是什么？赫克托真没想到，那个包里是什么？好多彩球，看起来就像大海。宝贝们一定爱死他了。嘿，宝贝们，快来看看你们的船，觉得怎么样？干得漂亮，建筑队，他们很喜欢。我们来试试吧。太棒了，建筑队，下次见了。